咩嘅疾病，拉条驼铃水噶。左边那是我搞大姨妈包的，那家老酸干毛的，读书也不要管家，他超级病。超级癌症不？教你咩知咩教你啦，系啊吓，行水行去黄干烟啊，乜嘅知别啦吓，仓产行路跌行旗吓，做工谋杀本条架掉，愿意同阿婆吵架咧，咩嘅超知别？哎呀，你讲笑到同人吐不吐？你很笑？你今天没听过你的安装锁，你明白吗？一百万人啊，今天没砸你。所以咯，今天挨到前面的师傅咧，就咧看你妈方法，可咪戒冤啊？你讲啊，我得戒啦，最锁一年啊，最锁一年应该一年哦。我今天没听过安锁一年，我系见你啊嘛，我行遍江湖三十几年，帮人家锁咩见你啊嘛？解令人还需系令人 ，OK？ 有冇眼光？你前嗰阵几日钓你一条嗰年啊？你前嗰阵年啊？啊，有可能得计，啊？人海茫茫，唯有命潜流桨，系呢啲拉咩咧咁样就劈嚟嘅。OK， 眼唔见 ，OK？ 你嘅同事年纪系零方法，想掂佢啦，关我卵事啊？诶，年纪够听面要？咩屎咩？你乌黄七掉啊你！解令人还需系令人，建功系党嘢人肉搜查，终于查到党义气呢条反婆劈第二孖碌解开。一七一四，睇嚟会啊！哎，来来来！啊，请问 Nicky 彩毛啊？哎，来嘿，来嘿！你就系 Nicky 啊？屌你咩独狼山，你好意思啊？乱劈垃圾啊！还搞大姨妈劈落去，你知嘛？胡双讲嘢啊！一劈大姨妈，尖中啊条了嘛！吓，搞到牙又装茶又凉，又行水，又锁得彻底啊！你好意思嘛？听你来嘅靓仔，我个听你，你乱劈垃圾，讲听你啊！真系听你，阿热啦，挨温太姨妈嘅时候啊，一千封阔会去落去啊，中等你啊，原来。你知道啊？吓，我只要问师傅有冇帮我解决啊？师傅话都帮唔到我啊，我只说了贴地啊。你讲有咩好？你讲。阿勇咧，我只听人家讲咧，一扎人行水院咧，行到谷底咧，有反弹上来变后院噶喎。后院？我行茅院后院我见啦。知名而仲望到谷底。阿勇病症多咧，衰到谷底咧。阿啱啊，见面睇姨妈来，你再落聊下，试下看。就是回事。生于世上有几个知己，多少有长处，今日。